好，但是呢，我要听到你们声音，我们是 KYT。好的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见面礼而已啦。那个左边朋友好像还没有拿到，还没有拿到礼物的朋友来举个手一下。你知道我们是那个品牌的安全帽代表活动吗 ？KYT， 好，听到你们声音就有礼物。那待会呢，再送更多的礼物给大家好了。我今天准备了LED 灯的钥匙圈，以及KYT 的阳伞，还有福袋、帽子、T 恤、购物袋等等的，全部都要送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只有没有声音，那这位朋友呢，想不想要礼物？好不好？送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好，那马上我们第一个来送什么？送阳伞好了，来。是专为女生设计的，颜色有超可爱的马卡龙粉红色，以及呢我们现场的摊位还有许多的颜色展示。今天呢，各位如果对 KYT 安全帽有兴趣的朋友，全部都来到我们摊位来做试戴，而且喜欢的话今天就把它带回家。今天我们所有的帽款是全帽款打90%的优惠，另外呢买两顶买越多送越多，买两顶有80%的优惠，另外淘宝呢